而他接下来的文章告诉我们，欧萨姆先生早期的漫画书很快的就让他在日本非常的知名。在这里，我们又要复习一次，make 这个字叫做使役动词，使某人很有名，made him famous，直接在后方加上形容词就可以了。而 throughout 这个字是一个介系词，它指的是遍及、遍布，指的是在一整个地区或是一整段时间当中。 所以在整个欧洲，英文会说 throughout Europe，而在他人生当中会说 throughout his life。而接下来看到今天文章的重点了，这位先生之所以成功，乃是因为他书当中的场景啊，看起来非常像是一部电影。在这里，Frank 要提醒大家，reason 这个字的用法。杂志当中的文章说，one of the reasons for，请各位同学特别注意 for 这个字。 英文当中说什么什么的理由，习惯上 reason 的后方要加介系词 for，不能用 of。比如说，很多人换工作是有许多理由的，英文就要讲 people have many reasons。注意，这时候要用 for，for for changing jobs。这个时候就不能用 of 了。另外一个 reason 的用法是，后方如果有一个子句的时候，这时候要请你用 that。 而不是 because，比如说，我之所以迟到，是因为路上有塞车。The reason I was late is that there was a traffic jam。所以 reason 的后方，这时候我们要用 is that，而不是 is because。到今天的文章最后面，实际上这位先生利用他的漫画传递下去出一种他对人生的哲学。讲到哲学这个字，哲学叫做 philosophy。 而去掉 y 加上 er 就指的是哲学家 philosopher，philosophy 这个字最重要的片语就是 philosophy of life。中文我们我们不翻人生哲学，它指的是你的人生观。所以保持乐观就是我的人生观，staying optimistic is my philosophy of life。这是我们今天全部的课程，接下来要为你进行的是 For You Chat 这个单元。